完蛋完蛋，老板完蛋。只有我没有。他喝香槟了，跟我叫。这样我只会凶他，现在给叫我进去。六开门被打。然后摄影机在你们装了。我打完了。谢谢了，打真的。但是我真的不会唱。下一次被修理的戏嘛，我已经花钱请道具准备两集了。完蛋完蛋，老板完蛋。修没修完？修没了。卖一个勇气就上来，好不好？他上的时候，你们俩一起就对了。卖个勇气箱啊！无辜的讲还是保重你哦。无辜。啪！给多两个，啊你跟妈妈一组啊。可是，我觉得这个情绪我现在很低，我不会再讲说骂你他了。只有我没有。啊！我的小孩来，跟我叫。我就不要那什么，你小孩。开红是排泄，他情绪就来了。好，可以哦。可以的。看爸爸的。我没想要提你解释，爸，我没想要提你解释。你来这样，我只会想烦。现在计较的进程，你头早起，把唯一当正义的东西清片样片删掉。我的台词，你慢点，慢点。我英文，我英文，我英文都不会读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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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完了，知道了，完蛋了，要救他，站起来。你看正式来就没有眼泪了，来看吃蛋糕吗？那个关心一下萌萌，处理完干爹的事情，然后来这边关心一下，然后顺便看一下廖凯鸿被打，摇滚区。超级摇滚区，然后摄影机在里面装啦。平常私底下我也是。他刚刚说，刚刚都呛了。不是，他刚刚说他在那个摇滚区看你被打。但还没看到，还没有啊，还很后面。你可以，你上班我才会看到。我已经下班了。这么快啊？不然我干嘛来这里？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我已经下班了。他可能要陪你们到下班吧。我看你怎么被打。我学习一下，看你们跳不跳。各位观众，不知道这个人有多坏。蛋姐，我的娘想了啊！我一早上来到泡温泉的，我一早上了。谢谢了。奶奶不要。打巴掌蜜刀帮我出来，哥。打巴掌蜜刀出来。老婆说的，你教训女儿，加油你，可能不能哦。打真的。我们这边试一下，看打巴掌的位置。我这一台，这一台，哎，所以你过他脸就可以，哎，对对对，要大力的过他脸。好来，好，可以。哎，我干死你每一件。这应该会中，就真的中，这应该会中，一样这台会很想看。好。哎，哥，导播说真的中就中。嗯。啊，多少秒？现在我话，我会中怎么干？然后要打太阳挡住。我给你这边好干死你。留住，别离。好，哎呦，这样，这样，最美的一张。叮叮，超香。刚才就打到皮，还一点红哎。两位 OK 了，现在基本 OK 了。对，回答有点红了。啊！你手上好的你不怕吧你不？又搞了，又搞了，快！我讲许多啊，那不是你第二天要小心不？我早要干那一家人气派，你怎么搞到趴地？然后要是让我被推开，啊！还是吗？不好意思，没有，我是不好意思啊。谢谢下吧，舅哥，舅哥，大力一点，帮我们大力一点。我很大力啊，再大力，再大力哦。那比较再大力的话，那他两个
他只能用你的往后推。你要直角撞我，我可以再大力，可是你小心哦，要等我。因为他也是他把他撞倒，就是我们一个，因为你一个半个，那永远都很假。那等我，我这样力量放掉，我真我放掉了，好，对对对，那准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好，上面给我。再一个，还是没有吗？哎、欸，没有，因为你会怕，你会怕。我知道你看到这里没怕，你就觉得，因为这是还有后悔，你不会碰到这个。那你真的只能等。好，我们再一个，4、3、2、1。他好，这个有，这个很好。为什么可以不用吃蛋糕？下去了，两个头下去。他们可能是甜点的部分。起来，主持的。反应，反应，反应。哦，个人非常喜欢这一间的蛋糕，但是我觉得拿来酱着有点可惜，所以我在想，等一下是不是被绊倒，头要买到蛋糕的时候，可能这样、啊、还可以吃到两口。你先拿汤，吹红蒜，太棒了。而且我们偷移一点，对，两个人一起拿汤，两个一起下地下工作，好远哦。这样太危险。满的红叶，这是在你那个擦，不是真的吃到，但是还是有感觉到奶油的香味。哦哦哦哦，还是再一个。你看看。一点有哦，有一点还是有点。但其实姐姐们打的真的不痛，他们真的很厉害，可是他们都打真的，我刚听好响。对啊，一定会响，但是响不痛，这才是功力。他们真的都有做到，尤其是琴姐打得超用力的。但是我真的不会痛，什么渣男？哎，我对你有扑过来。都是一场戏。会和好吗？会和好吗？嗯。哎，之后有一个那个。重磅消息，但是我救过，救过。可是他那个下一次被修理的戏嘛，我已经花钱请道具准备两集了。但是，嗯，我有塞钱给。但是我今天这个巴掌打的，竟然没有叫我打他巴掌。你是想要找好？那可以现在可以补，现在可以补，现在可以补，现在可以补一个，补一个，来来来，补一个。观众应该看得蛮爽的，你快点，快点！哎，李瑞生了，看那一场戏，观众都可以看，有点累了。现在李瑞生，请持续锁定天道。